要违反这个规定，都爱请神。哦，安尼时就无人敢违反规定，行员也同款，啊，甲客人也同款，啊，所以就一年就一百万一个人尔。迄个中国人要走的时候，嘛是一百万，你直接卡那电影去收我，拢是台湾的，安尼。所以爱透过国事法庭来解决安尼。嗯。嗯。对，就这个就这吼，对，这个上咱爱稍微延续一段，但是咱家爱家就讲的科文史，咱家爱科文史的政策，哎，迄将来咱来跟迄个美国军事政府去讨论，咱是要用什么款的通货，真有可能就是爱用美金来做咱的流通的货币，哎，老货的换做美金。对哦。对，我知就是，但是咱一定要用一个稳定的市场来定一个均衡价格。迄 equilibrium price 就是咱的兑换价格。那咱将来一段时间会像波多黎克安尼，波多黎克人他是用美元作为他通行货币，哦，可能会变成安尼，暂时一段日子，哦。啊，这样在要搁甲伊讨论，啊，请问下，公民权益法案里面没有考虑到一个事儿？是现在马英九的这个政府里面的大部分的比较高层次的官员呐、啊，或者他的家人呐、啊，大部分都有绿卡或者是公民权。那么这个公民权利法案呢，对这些人呢怎么处理呢？哦，应该要。哎、啊，迄不是，迄是台湾公民啊。哎是，那伊要到底是阿妈的执政啊？无咯，即个现在执政者人都爱落台。当然咯、哦，啊，对啦，啊，伊嘛，伊无公，伊无公民，无公民权。你公民可以用开。嘿，伊有居留证呀，有回居留证。嘿，哦，赶快，这个人有居民证，居留证安尼尔。这后摆咱伫迄个二月七号，迄个咱的参议事项，我们规划先来搁讨论，吼、哦。啊，这种咱要哩长年假，反正一直咧讨论安尼。啊，差不多完这个完成啊，好，安尼咱大雄大家该来拢来啊，吼、哦，啊，无咱来开始，吼、哦，起立。